哇，这好多蜜蜂！快来走入蜜蜂区。这里是什么草？鼠尾草吧。你要帮爸爸找找一下，没有老鼠哦。你会摔倒。来看你了。软脚虎，你怎么跑这么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跑最慢的。你们跑几圈了？可爱可爱。哇，这边好多蜜，好多蝴蝶呢，有没有？好，真的是，真的嘞，真的嘞，有吗？四个叶子的呢，还做呢。来，妈咪要帮你拍一下。弟弟又找到个，这是大作家。来来来，先一尝一尝。看那个 iPhone， 好拍片。这是我们两个发现的哦，所以我们两个都会变得很幸运。嗯，我们老板检查。快点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真的是四叶草哦。对啊，你今天一定会很幸运。我觉得小猫咪，你今天一定会很幸运，你一定中了一个大奖。爸爸今天讲是什么大奖吧？来看爸爸，一定是爸爸亲亲。不是不是，我要挡到阳光。小猫咪，爸爸今天讲你中什么礼物好不好？中什么奖品好不好？你看爸爸，你今天中的是可以跟爸爸一起睡觉。不要啊。哎，很多人想跟我睡都没机会呢。一般这时候爸爸都会建议去买张乐透的。在上边的乐透店爱开哪边？哦，我要先开，我要先开嘞。四叶，一二三，这怎么这么容易啊？对啊，你也哭掉了。我们捡妹妹那个好像感觉比较那个。有啊，这个也是四叶。啊、哦，四叶。来，姐姐这边。耶！我拿着就很幸运了。好，走。你们娘的今天晚上都陪爸爸睡了，恭喜！对呀，幸运呢 ，lucky 呢。妹妹，今天要跟姐姐睡吗？好。哦，这个小熊水果车子来了。我找的有蜜蜂的来拍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是苍蝇，靠腰，蜜蜂。帮我拍一张，拍他们，拍他们。你这个画面比较厉那我可以叫四叶兔吗？兔头鹰。四叶兔啦。兔头鹰。乌鸦呀。哎，不是哦，它不是乌鸦，对不对？那只。
哪里？啊、哦，不是，戴正。啊，他那个是戴正吗？有点颜色，有点像那种戴正的感觉。他又想叫戴胜，戴正。哦，戴胜哦。我叫小我也叫戴正哎。戴胜应该更光吧。现在来到的是七家湾溪，你们帮我找鸳鸯哦。不会，他早上才会出来，但是你们还是要帮我找。这一条是七家湾嘛，樱花钩吻鲑的故乡嘛。以前呢，在这边可以看到鸳鸯哦。爸爸跟妈妈从以前来看过两次都没有看到过哦。对啊，完全没有看过鸳鸯啊！一大早可能五六点才看得到吧。好多游览车，我们好多游览车嘞。来，有没有人要扒海域的？有没有去拔过海域？有，去阳明山拔的是海域啊，这边的不能拔哦，这边是国家风景区。对，捡石头、捡树叶，其实都是会被罚钱的。石头。对，里面的东西都是不能捡回家的。石头是什么？石头，石头。不能带姐姐进去拔。妹妹笑起来真可爱，我们拍特写，妹妹特写。下一个，下两个。两个，两个，叫三个，这叫太多个了。姐姐呢？啊？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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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来，妈妈来一个，来。小心车子哦。在旁边。这是小马哦，小马，对，小马国的花 ，Margaret， 马马马马马，银角白珠，这是什么歌？花王呀，还有什么？蓝宝，蓝宝，蓝蓝蓝蓝宝，好吃又好玩，有好吃吗？生肖蓝珠，好，生肖蓝珠。你看妈妈真厉害，什么草都知道哈。来，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什么草？这个叫兔头草。来找。你要不是遗传到我的脚哈，你今天也不会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所谓有几何不能。他没办法回转哈。